在这严重的关头，如果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太不仗义了吧？是不是？是，那我就等着你们前来讨伐吧。啊？哎，岂敢岂敢啊！好了，天都这么晚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我回去还有一大堆公文等着批呢。那好。 我就先告辞了。你叫廖静文吧，名副其实，你真是很文静啊。我们部里经常有舞会，你来跳舞好吗？我一定很欢迎你。不行，我要照顾悲鸿，没时间。 啊，你不用送了，请回吧。我不是来送你的，我是来关大门的。别看他文质彬彬、衣冠楚楚，其实骨子里呀，就是个小丑。 是光明正大的事情。我知道事情还没有完，你看吧，不久就会有人登门或者来信，劝我明哲保身呐，或者是威胁恐吓呀，甚至是侮辱谩骂。这我在签名的时候早就料到了，我有这个思想准备。静啊。 人总应该明辨是非，崇尚真理。为了该做的事，生命都可以付出。你说呢？嗯，我敬重这种品格。我想，下周啊。 我想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上课了。啊，那个不行，你病还没好呢。我不是每天去啊，一周啊，我就去三次。毕业班的学生，我总该看一看吧，看看还有没有讲到的。哎呀，哼，现在是我给他们打分。 将来啊，他们在心里给我打分。我看啊，你的那些学生啊，都以你这个老师为荣呢。哼，但愿呀，多年以后，我见着同学们，我这个做老师的不会脸红，内心无愧就是了。那是当然的了。 哦，对了，明天你让美术学院派去那几个去英国留学的人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想跟他们再谈一谈。嗯，好。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又送四个人到英国留学去了，对你这个女儿一点都不关心。我每次去看爸爸的时候。 他都对我挺好的。好，好怎么不送你去出国留学呀？我才高一啊！再说了，我也没有想过离开家出国留学。没出息！我19岁，比你才大3岁，就背着家里跟着你爸爸出国去闯荡去了。再说，你现在上的中大附中设备又不好。
能学到什么？栗子鸡来了，来来来来，丽丽，这栗子呀，我留了好几天，就等周末回来做给你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吃吧？晚上再给你做。同志，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没看见我们谈正事儿吗？对不起。啊，太太，做个什么汤？酸辣汤吧。好，你去跟你爸爸说，给我一笔钱送你出国留学。又跟爸爸要钱？我看他们生活并不富裕。那是他活该，自找苦吃。一天到晚不是买书买画，就是救济他那些穷朋友、穷学生，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狼狈，连孩子都顾不上。凭他现在的画，能卖出天价，什么好日子过不成？为了这个，我不知道跟他吵了多少次架。现在倒好，那个廖女士不但不劝阻，还一味的赞赏，他现在更为所欲为了。我看他不会给我那么多钱吧？哎，你现在功课挺好的，他就喜欢用功的人，肯定会答应的。我这可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，你去不去？嗯。恩是什么意思？去还是不去？去，还不行。嗯，这栗子鸡的味道还真不错，来，多吃点。爸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说吧。静，你到资料室把高广的塔西提妇女还有米勒的拾穗者拿来，明天我上课用。哦，好的。你是不是派了几个人去欧洲留学？是啊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嗯，我也想去。你是不是你妈妈让你来的？妈妈说，中大附中设备不行。丽丽啊。美术学院选送的四个人都是大学毕业，而且在美术上深有造就。国内没有这种进修的机构，所以才请派他们上英国留学。你的志向非常好啊，但是你现在刚上高中一年级呀。哎，中大附中的设备不好，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了，学校马上就要迁到南京了，条件一定会改善的。你呢，常回家陪陪妈妈，她也会减少忧烦。是，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样跟妈妈说的。可是妈妈还是让我问你要一大笔出国费。丽丽啊，我的经济实在是负担不起，所以才希望你努力的学习，将来大学毕业以后能够考上公费留学。如果到那个时候我有力量，一定送你出去。你现在不必得过早考虑，以免影响你的学习，知道吗？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真的。爸爸，我知道，我的女儿，我了解。
就是。哎，爸，你怎么又画这么多幅画？你妈妈还要100幅画和100万块钱呀、啊？她要干什么？她想累死你吗？你住院以前，你不是给了他50幅画和20万元吗？他又赖账了。妈妈也太贪心了。哦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什么让我出国留学？他不过又是想出了一个让我跟你要钱的名目。爸，爸，你千万别再累病了。我求你了，啊！我知道。阿静啊，明天你再去杨建功家，给他送点钱去。杨叔叔怎么了？国立医专的校长换了，所以就把他给辞退了。为什么？杨叔叔人那么好，他犯什么错了？不是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他有什么办法呀？再有，他有病，还有2个孩子。是啊，我每次给他送钱，他都不要，都是我强行给他留下的。哎呀，还要想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有了，啊！我给中央大学顾校长和艺术系主任写信，申请辞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职务，推荐杨建功去不去？那，你要是失去这份稳定的收入，我们的日子怎么办？他比我们要难。杨建功啊，在南京的时候，那就是我的学生。他呀，博学有才华，人品也好啊。怪不得妈妈说你自讨苦吃。嗯。自讨苦吃。哎呀，如果你的朋友遇见了困难，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做的，是不是？真是没完没了啊！这位徐教授又有惊人之举了。又怎么了？他辞去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，推荐杨建功接替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丽丽几天前回来就跟我说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这算什么？他干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多了。再说，现在只要他不侵犯我的利益，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早就不牵挂，对他，我是不闻不问。你可以不闻不问，我不能不管啊。这事与你毫不相关，你管他干什么？弄不好，自己的人还会以为你是因为和我的关系而加罪于他，反倒把你看作小人。这正是我进退为难之处啊。唉，国立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都报告到了中央宣传部。请我来裁决。好，他们怎么说？国立艺专的校长说，徐悲鸿让他下不来台，实际上干预他分内之事。现在他留不留杨建功，都已经很为难了。怎么呢？哼，辞吧，说他排斥异己；留下吧，说他屈服于外界压力。哎呀，真是进退维谷啊。那中央大学那边呢？哎呀，中央大学校长倒是一副海纳百川的样子，说可以接受杨建功，请艺术系主任定夺。可是艺术系主任倒拿不定主意了，说接受杨建功将来怕无法面对艺专的新校长。
大家都是同行，何必自己无端与对方结怨呢？这完全可以理解，这是双方当事人的态度。那旁观者呢？大家怎么看？有人说徐悲鸿沽名钓誉，大多数人称赞他仗义无私，你说呢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是沽名钓誉，也不是一时冲动，他对朋友就是可以两肋插刀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家乡就自诩为江南贫侠，还刻了一方印，他的许多画上面都盖着呢。你知道为什么他在美术界人望极高？除了他的艺术造诣以外，他很重义气，这也很有号召力。你不是又舍不得他了吧？这么替他说话？哎呀，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哦，开个玩笑嘛。哎呀，这个江南贫侠第一举，让我裁决，倒成了把我放在火上烤了。哼，我和他真是冤家呀。走了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无论如何你不要亲自过问，免得招来不必要的讥讽。那怎么成啊？谁让我是部长呢？你刚才不是说中大艺术系的主任举棋不定吗？是啊。那就好办了。怎么呢？好了，这是100幅画，这个是100万块钱。哦，这是剩下的钱。去呀，别耽误了学生的课呀。他们根本就没有让我去。前天艺术系已经批准了我的辞职报告啊。艺术系的主任说，非常同情我现在的处境，也非常敬佩先生的义举。可是，他却任用了他的朋友，顶替了您的职位。啊！我给中央大学跟艺术系这报告再明确不过了，我辞职的前提就让你等。他说，他的朋友的油画不卖钱，我画的国画还可以出售，说我不急于工作。你儿女成行又有病，怎么不急于工作？欺人太甚！先生，您别生气，别再犯了病。您为了帮助我，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来源。特别在病中，这种恩深如海的情谊，学生敏感终生。厚信于诡计多端。哎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来喝点水。我们也太天真了，没想到是这种结局，真是人心叵测，伤天害理啊。这个艺术系的主任怎么会是这样？他这后边一定有什么隐情。隐情？建功啊，我们先暂时不要跟他们纠缠，你的工作我们再想办法。嗯，哦对了，静啊，你去吧，把咱们的钱。哦，不。先生，你给纸。建功，这点钱一定要收下。不不不，先生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你收下吧。
我还要付蒋碧薇一大笔现金，家里边手头紧，就剩这点了，应急用吧。我这，你收下吧，啊！这让我说什么好啊？ 徐悲鸿先生，蒋碧薇女士，二位证人，根据蒋碧薇女士提出的离婚条件，一，这是蒋碧薇女士追加要的100万元和徐悲鸿先生画的100幅国画。之前，徐悲鸿先生已付给蒋碧薇女士20万元，和他所画的50幅画。 及其他收藏的40幅古画，这2笔就作为蒋碧薇女士今后的生活费。二，儿子徐伯阳，女儿徐丽的抚养费，就由徐悲鸿先生负担，付每人每月20000元。儿子徐伯阳因响应抗日号召，早已参加了远征军。 他今后的生活费，等他回来以后再行付给。三，女儿徐丽丽跟随母亲蒋碧薇生活。徐悲鸿先生，蒋碧薇女士，对于离婚的条件，你们还有什么诉求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好。 这幅琴课你留着，我知道你喜不着。琴课画的是我在巴黎学小提琴，谢谢。
真想跟爸爸生活。你妈妈是不会放你走的。童弟，童弟，你个姓张的，现在可称心如意了，什么人呢？乐舅，童弟，哎，做人夜宵，等汤圆，黑芝麻馅儿的，哎，豆沙馅还有吗？有。好，我要那个红油抄手啊。辣一点，越辣越好。你这个贵州佬啊，就爱吃辣的，几样都要。早点搞一些盘丝饼，张部长爱吃。对，知道了。啊，好，赶紧把盘上来。七条糊了。哎呀，我听了这么长时间，让他给糊了。飞鸿，你看。这是姐姐托人捎来的。哦，哼，怎么样？娘娘的陪嫁呀，花色选的不错。那我婚礼上穿哪件？那你就，到时候你穿哪件啊？我穿灰西装，戴黑的领结。那我就用这件，做个旗袍怎么样？好。行。把头再烫一下。哎呀，不烫头，烫了头不好意思见人。新娘子嘛，怎么也得打扮得漂亮点啊！啊。哎，对了，吴作人先生说要给我们添几件新家具呢。不不不，告诉他们，朋友们的心意我们领了，啊。好，徐先生。哦，刘真，来来来来来，刘真，快快来，快坐。中四文化协会同意你们在那里举行婚礼，我们几个学生负责布置，大家可高兴了，许多文化界、美术界的朋友也要前去祝贺呢。好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那我先忙去了。好好好好，哎。再见，再见。谁的来信啊？郭沫若先生。是吗？他说，他和沈君如先生同意做我们的证婚人，还给我们送来了一首贺诗。看啊，嘉陵江水碧于茶，松竹青青胜似花。别是一番新气象，盘膝风月。华人家，真好，看看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这是我们经历那些不幸之后，生活给我们的补偿。静儿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像你那样给我真诚、无私、纯洁的爱。我用什么来报答你？为什么要说报答呢？静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为我做出了很多的牺牲，我欠你的情分，我想用我最珍贵的东西来回报你。不，我什么都不要。静，作为一个画家，我十分钟爱自己一些比较满意的作品，我想把它全部送给你，写上你的名字，写上静文爱妻保存。碧红，我拥有你本人就足够了。
这也是我对你的嘱托。有一天我的生命停止了，这些话你一定要替我保存下去。我们到底去北平还是去南京？你定了吗？南京虽然是国都，是文化政治的中心，很多朋友邀请我去，但是北平的文化古都气息更吸引我。况且，教育部啊，也希望我去接办日伪时期的北平艺专，北平艺专也非常欢迎我去主持。你说，我去哪里？嗯，那就去北平。好，就去北平。嗯，好了，你休息一会儿吧，我们喝点茶。好，来。哎呀，去北平，这艺专啊，一定要请吴作人做教务长。哦。还有黄庆蛮，我听说上海沦陷的时候，他为了掩护抗日地下工作者，被日本宪兵抓进了大牢，受了不少苦。一定要给他安排个位置。哎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孩子就要生在北平了。对呀。如果是儿子，我们就叫他庆平吧。庆平。嗯。怀在重庆，生在北平啊。嗯，好，就叫庆平。嗯，庆平。嗯，马上就要见着齐白石和蒋兆和了。嗯，还真挺想他们的。徐先生，夫人，请，快请进。白石先生。哦，这是我的夫人廖静文，也是您湖南的老乡。哦，白石先生您好。好好，久仰您的大名。哎呦，好。既然我们是同乡，那以后我这儿就是你的娘家了。一别17年了，白石先生身体可好？冯祝参见喽。精神上佳。这些年我不断的收到您寄给我的佳作，我又不断的把它介绍到欧洲和南洋，外国朋友对您的作品评价极高啊。至于您本人，我只能在梦中跟您相见了。哎，上茶。哎，徐先生，敬茶。谢谢谢谢。来，啊，谢谢。抗战期间，这个悲鸿他在南洋搞这个仇真画展，那时候还给我寄诗寄信呢。啊，这回回北平啊，我第一个看的朋友
就是您呐！哎呦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悲鸿兄啊！我再次聘您为北平艺专国画教授，白石先生，这回您不会再推辞了吧？好，我今年已经84岁，嗯，我再抖抖老精神。好，白石先生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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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回啊，不是用马车，而是用小汽车来接您了。夫人，这个点心啊，是有点硬，您拿水泡一泡啊，就咬得动了。啊，好。哎，哎，白石先生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孤军奋战，孤掌难鸣了。17年了，我有许多朋友和学生。嗯，现在的北平艺专不像以前，他们想怎么挤兑我们就挤兑我们。嗯，我在全国聘请了许多著名的教授和画家，哦，教国画，您是第一个。好，这还有谁啊？您知道的，黄宾虹，李可染、李苦禅，系主任叶浅鱼。叶浅鱼，这位我不知道。叶先生啊，漫画、国画、人物画得非常好，刚刚从美国回来。至于油画、版画、雕塑，那教授就多了。啊，你没有请蒋兆和？白石先生，我跟蒋兆和是多年的朋友。淞沪抗日的时候，他也冒着生命危险到前沿指挥部为抗日将领蔡廷锴、蒋光鼐将军画像。可是我又听说北平沦陷的时候，他跟日伪政府关系密切，还到日本给什么大财阀的母亲画像做寿。倒是有这么回事。他还为日伪的政府头子大汉奸殷同画像，拿殷同的钱画的流民图。可是他那个流民图啊，在太庙展览的一天就被日本宪兵给查禁了，后来呢就拿到上海租界去展览啊，又被日本人给没收了。虽然我没有看到过这幅画啊，可是想必啊，这画啊，他必定是戳到了日本鬼子的痛处。蒋兆和刚来北平的时候，由于他是你的朋友，画又画得好，我跟他来往确实是很密切的。为他的画和他的画展，我题过诗，写过词，还为他这个和肖龙友的女儿说过媒。我想他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所迫。生计？白石先生，沦陷北平的中国人，哪一个没有生计问题呀？可是您拒绝给日寇汉奸画画，贴出了画不卖与官家的告示，在北平成为美谈。我还听说呀，您拒绝日伪美术学校给您送煤，当时煤多难买呀，为了生计，您理所当然的就可以收下。但是您宁可安贫度日。静文知道，抗
抗战时期，我对北平的朋友最惦记的就是您跟蒋兆和呀。我知道。这么些年了，我真盼望着蒋兆和能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大家。谁成想，北鸿，你是艺专的校长，又是画界的泰斗，对人对事你一定要慎重啊。我知道。赵和爱画如命，为了画他是教了一些不该教的人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。可是他和汉奸可不一样。穷尽造化，探究人生。